看着自己的家在地震过后变成危险建筑，有家归不得，林小姐内心百感交集。而现在对她来说最急迫的问题，就是一家三口没有保暖衣物可穿。好在在房子拆除前，她还有机会回家一趟，衣服回来洗就好了。然后这一次还有机会上去拿，我真的很感恩，谢谢谢谢。县府预计在今天，也就是2月10号，针对位于国盛六街的白金双星和无拘无束进行拆除。而为了确保安全，消防队员再度进入大楼里，将家家户户的瓦斯桶搬出。我们会先从2号、4号白金星开始拆除。那原则上我们会从上面往下拆，那把这个怪手的器具吊到顶楼，从顶楼开始往下拆除，来逐层来拆除。所有资料确认再确认后，工程人员在将近11点开始进行拆除工作。大爱新闻吴玉芬、林欣宏，花莲报道。